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enny，我回来了。很久以前我在法国读博士的时候，我有教过怎么样快的速度去算的平方或者两个字乘以两个字。那不好意思，我的中文不是很好。那我现在要教你们怎么样的。快速的开根号，好，我们开始用第一个的题目，那就是3969。好，首先你们要先背这个平方的1到9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我们开始这个3969，我们拿这个后面的69，OK。然后呢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会用黑色就好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69，我们看这个后面的数字是叫9，OK？然后什么数字的平方，它后面会有9的，就是3乘以3是9，然后我们还有7乘以7是9，49，后面还是9，OK？然后我们看前面的是39，OK？什么数字的平方？它有的数字没有到39，可是是最近的。那我们这里有六乘以六是36，因为七乘以七是49，已经超过39了，所以我们拿是46。好，这个六是我们其中一个我们要得到的这个答案。然后我们剩下我们要六乘以到。它前面的一个数字是叫七，然后我们这里有42，把这个 underline 把它弄掉。OK，我们也是十二。那如果这个42，给超过这个39，就是这个的39，这个的39，42超过39的话，我们拿小的，我们这里有63当答案。OK。我们继续。那如果你觉得还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再 repeat，因为这个是 YouTube。OK，然后我们继续第二个。好，这个我们有04，然后什么数字乘以什么数字是后面的，就是什么数字的平方后面是4的。我们这里有2跟有8，OK，然后我们是。接下来是23，什么的数字的平方它还没有超过23，我们这里有四，OK，那这个四我们乘以5，我们有20吧？那这个二十，我们这里有23，23比20还是大吧？那我们如果比它大的话，我们就拿这个数字，我们这里有48当答案，OK。我继续，如果你还是觉得太快的话，你可以再 repeat。其实你可以算得很快，就是3秒钟这种。要努力一点哦，小弟弟。然后我们继续，8281，我们这里有81。好，后面数字有，什么数字的平方米还是后面是一的？我们这里有一跟有九。好，我们是下来是82，什么平方米是还没有超过82？我们这里有九，那九乘以十是90嘛？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个因为82是低于90，我们就是拿小的一，91是它的答案。OK，我继续，我这里有6724。不要在意啊，我直接24，什么数字乘以什么数字，它的后面是四，我们这里有二跟八，OK，我们67，我们继续，OK，什么数字乘以什么数字，什么数字的平方，它不到67，我们这里有八。然后八乘以它的前面的数字是九，
我们有72，那67低于72，是不是我们拿小的82？答案就是82。6724的答案，6724的开根号的答案就是82。就这样，下次见面，拜拜。